这真的。我不喜欢蜗牛的这个天气系统，其实出天气系统之前都是白天，那还可以的。来了。应该是谁？应该不是水蓝天星，这回应该是碰到一个新人，新的人了。你说这次碰到人不好对付，亮亮，长城天神的号，他又回来了。内功没念上去，还是深藏不露，可能不是本人了吧。不管怎么样好好打吧，他这个打狗还是很疼的，四层的打狗。宝物，宝物是隐藏，他没洗宝物。驾照他还没上，他不是打狗骑手。有点卡，我操！没有啊，他叠了那么多层 buff 吗？我看他驾照上面显示没那么多，网速真好。
我得防他，防他点，妈的。你看，根本来不及格挡，果然网速碾压我。你看能不能把他干掉？好，主要不知道是不是原来那个人，原来的那个亮亮这个号主人的话是打狗骑手，还是有点难打的。他如果他纯用餐盒的话，不是太怕，不是太恐怖。但他现在往这边走过来，有点危险。那又是打狗骑手了。你又来了。这个倒还好，哎呦，他这个套装我想起来了，妈呀！哎，怎么穿衣的时候还割到？哎，又是一个大招。你妹的，还想，还是他最后他自己有点顶不住了。还是原主人啊，他不是不怎么玩嘛，因为封了两次号，可能有点受伤了。他的暴击打我身上只有2300多，所以他该洗洗宝物了，宝物洗上去人家也就强多了。反正我碰到的龙门的几个号，反正碧云那个号他妈是非常牛逼的，然后前两天碰到一个叫什么叫月金城吧，那个哥们也很强。他的那个大招打在身上也很疼，4000，超过4000了。再吃个篝火吧，反正最后一场。再把什么意思啊？不懂，不懂，就
批注书，因为我手上已经好多本了。我现在他妈要的是户籍，不是批注啊。批注几乎每招都能弄到。还是他这局打得慎重一点。不是好主人吧？哦，也是差不多。他后来也是打狗起手，但是我切了婚约以后，他棍子上突突，反而控不住我了。这个号封了两次，反正也是挺，估计他还挺不爽的吧。天梯里我跟他打过几次。上驾照了吗？没看出来，应该上了，他有这个，但是看不到那个驾照的 buff， 所以这个，因为记得有一局跟谁打吗？我明明看驾照 buff 上没有那个数字，没送招架，但是隔着我大概十米也就能大招能怼到我，所以这个就是 buff 这边出问题，他妈的就不好了。就是防他打狗起手，破狗起手。你看，这又是隔挡了。怕不怕？哎呀，我不怕。你怕不怕？我也不怕，反正你也怼不死我。我知道他给了我两个大以后，他没那么多怒了。装逼被狂殴什么意思啊？我不懂，麻烦你说的清楚一点。我打天气什么时候装过逼？不要卡麦啊，麻烦不要卡麦。卡住了，卡住了，再来，还两秒，哎，差不多了。他这个。时间点卡得真好，你妹的，不给我活路了。真的不想给我活路了。发疯要打我，这是他的问题啊，你问我干嘛？
不管怎么样是一个联盟里的，所以联盟里的事我不会在这里说，这耗死我自己。十八道你们可以到那个贴吧里去看，已经有那个视频了。我操，牛得大糊涂。那十八掌最后大招一出，他妈地上躺着几十个人。九十九连是他的事情啊。就像那个某联盟什么谁他妈的贴吧里发帖什么谁调戏他老婆一样，这个事情你要问他本人，是吧？好多事情又不是做事情的人，你问他干嘛呢？再打一局战场，打一局战场就学习。今天已经打了四场了，打得还不错。除了一场碰到那个冰火岛的男帝，他要我让他，我让了他一局，其他好像都没输，还可以。打一局战场，然后就去下本去了。战场还排不进去啊？后来我说了，战场应该很好排。宣传视频也是他自己的视频啊，十八掌打出来几条龙天上乱飞，哎，那么有点手软了。三佛只不惜宝物的话，他妈的还真的是有点浪费。星河，你在打我？我的队友呢？人都没抢到，有点失败。哎，我吃了有点慢，因为没有设置快捷键。不打他了，他吃了那个，我操！谁让你抢了八五次，得在那边的人过来之前把他干掉。漂亮，但是人头我还想抢的。我操，把我大招断了。你不打我，我也得打你啊！不会吧，一方人数不足，我们这边占上风啊，怎么还不足啊？
这局是稳赢的。就等着你算我。算一次还想赚两次吗？我操，这个主权计时不能，我再不打就我操，真的让他你妈逼的。先不管，先回着来，回头去拍那个幸福，他妈太恶心了。好，是主要是到我们这边来了。好了，那我就专心单点吧，这边输出应该够了。但还是很注意格挡的嘛。不要跑太远，在八米范围之内我就可以给你建设到这个心佛了。我非常讨厌这个家伙。拍呀拍，拍呀拍的，老是断我招。你妹的，不告诉这家伙不好打。是什么降低30%所有招式伤害哦，唐门的 buff 吗？哎呀呀呀！抢人头哦，人头狗抢人头哦，再来个三连斩，四连斩，来还有一个人，我看到有一个残血，哎呀，疯糟了，有点危险了，抢不到了。来吧，不打就打，谁怕谁？怕死就不是共产党员。打。打。加油。加油加油，哎，怎么把人带进来了？个人管个人的啊。
啊，电梯滑了，他们就闪了。你老让你们打我、啊，你他妈还在那拍？还拍？没招架了吧？一看就招架给拉打完了。哎呦，这个有点狠。哎，怎么这么快就死了？还一万多血呢，他妈！找个大火吃，然后进去打。嗯，那边人多，在这边。哎，这回再出来打了。哎呀呀呀！这样把人拉来拉去好吗？这人头总归是我的吧，还不是我的。妈的，只有一个助攻。这边好像突然很强了，不对不对，刚才妈还把他们杀红了的呢，怎么现在突然就平了？我操，方向错乱，有人放水。这家伙在放水，开黑了嘛？一个人送七个人头，你说他妈这不是开黑？哦，你看，哎，反正没事。昨天我已经。战场任务已经做完了，去你妹的！你他妈还辛苦？哪个逗逼又在那送人头了？我来看看，唐九就这个家伙，太假了。缆车尾了，缆车尾了。哎呀，妈，这个开太急了，他应该有缆车尾的这个 buff。总觉得这场打得有点怪，莫名其妙的他妈人头就没了，这是何苦呢？
我来分析一下，看看我这边到底怎么回事。照说应该比对面强很多啊，对面的话没有大股补号。我操，你看这边这几个死的他妈不要不要的，开黑开黑，绝对是开黑，玩黑自己。差不多了，今天天气也打完了，正常也打了两三场了，该干活去了。我今天就直播到这里吧，谢谢大家。在我这里看了两个多小时了吧，这边也没场控啊，能把大家拉到其他频道去继续看直播吧。花神无缺这个套路的话怎么说呢，打群架不一定好，为什么呢，主要是有个内防琴的话就影响很大，所以我现在在堆那个护士内防的那个经脉，堆好了之后他弹内防琴也没用了，有些现在经脉堆得不好的打他基本上已经把那个内防护士完了。我把大家拉过去了啊，我这边就结束直播了。开红怼怼谁啊？不怼。